第十五题，实验后只好观察与检验铜电极的产物会得到何种结果。我们看到甲电极呢会产生氧气，那么我们知道以石墨当电极，那么我们的正极会产生氧，所以甲是所谓的正极，而我们知道乙就会是负极，而负极不管是用铜当电极还是碳当电极，我们都会生成铜。 我们的铜离子都会得到电子会变成铜，所以这里会长出铜，所以铜电极的质量会增加。而这个反应不管是用铜当电极或者是石墨当电极，都不会产生氢气。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观察与检验铜电极的产物会得到何种结果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铜棒的质量会变重。